边也是在打工，四千五到七千，底薪也是两千五，我们休息一百元上下，对，一个月就一万。男装一百二，有点多一点。导购松松了，也一米五五以下，对，三十五岁以下的导购。有什么高难度？出租电动车呢，还可以玩儿，随叫随到送攻略。这种地方骑电摩托就是不错，有点像东南亚哈，骑个电摩托就是制霸五湖了。一百元三件。把衣服送给你，你看他现场鞋厂。这玩什么？进入正常的鞋子明年购。说是那个在那儿充值就免费送，这不是到时候就算死在这儿了，肯定是充的那钱到时候就卷款跑路的感觉。这个高兴，随便八千，保底三千。